问，我要报警。你算计人，你威胁人，你不劳而获，你像个寄生虫，这最丢人。现在就是一个小虫子陪着他捏，我也给他捏死吗？对吧？所以呢，咱别那个什么，我不赞成，我并不是赞成啊，不可能宣，不可能，门没有啊。就是人，你我有谁呀？我你是不一样的，不是一个人。问你，我好好说话，你给我好好说话。那有了就生呗，怎么了？碰哪儿呢？我听不明白了，宝贝儿。想这么多，想这么干嘛？想这么多？长期避孕不是短期。我要报警。现在是将近凌晨一点了，我今天说报案，我是身体力行，刚刚从公安局出来。我是这样的一个态度，我们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，而且让那些伤害你的人、诽谤你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而且我这个性格属于一追到底，为社会除害，除害。